这有落去啊？哦，有落去啊！迄华人啊！有落去啊！这拢知。哎，搁有一届，搁有一届，伊叫阮三个排队摕花送伊，你袂记哩啊？哦，安尼尔。这我是袂记哩啊，我想说。搁个摕拄仔顶嘞。哦。加花。啊，顶个假片哦，都伊袂记啊三个，我三个搁去邀邀无。啊，排出来排队啊！我安尼拢安尼，啊阿妈祝福你，啊阿妈爱你，啊你来拢个讲安尼。啊哈哈哈哈！阿妈无好啊。好，历经了刚才三个小孩子都不会主持，还是由布心来请请春妈好啊，老师请请春妈。今天是阿嬷的生日，姑姑为了今天的生日去学习怎么做蛋糕，做了非常好吃的蛋糕，但是呢。刘胜峰太兴奋了，因为是阿妈的生日，特别兴奋。刘胜峰把蛋糕给砸了，先砸到自己脸上再说。砸完以后，啊，姑姑她又重新做，妈，你早该去点头准，不，你点头改黑奶油的狗，也不是奶油嘛。哦，因为阮咱是讲究新鲜度的，哦啊，希望这个鸡蛋糕会当安尼吼，祝福你，安尼，让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平安，安拢好嫁。好游戏，安好。好搞，好游戏，慢慢上来。那我们很开心，今天阿嬷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，祝福阿嬷生日快乐。没关系，那等一下再要吹蜡烛之前再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不能不能不能